再跟他说，这个油缸哦，开机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增压缸里面水给它吸满。吸满啊？哦，对对对，吸满也就是这个是增压缸前进，这个往后退。嗯。对啊。在开机之前要干嘛？不是干嘛，这里面只要水满了都可以啊。把那个水灌到那个缸里面吗？对，让它自己抽进去，充满它。要怎么操作呢？就是按哪个按钮啊什么的。 我这个是增压缸嘛，这个进退嘛，是不是啊？多按几次，把那水要给它吸进去。按这两个按钮是吧？对，这两个。在开机之前吗？不是，在开始之前是吧？不是，也就是它回去组装的时候，它跟那个增压缸的水肯定放掉了嘛，对不对啊？也要说水要装回去的时候嘛，对不对啊？但只要就是只要。 这个操作只要一次之后，他们生产完一次，制掉次就不用做了吧？不用了，它就是有一次水满了，这个缸里面有水了就可以了，水满了就可以了。那让水满是不是按这两个按钮？对啊，这个是以前一进一退嘛。那怎样才能判断它水满呢？现在啊，现在我们退过来呢，声音电机的声音就听见了啊，是内了，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现在往前这个是开起来了，那个表出来了就。 就有压力出来，现在就压力就，成本压力就到了，对不对啊？到了压力。听声音吗？你看表也可以啊。看那个表啊，哪个表？这个表，这个表，那个压力是多少？在这里吗？现在？都在。看那个表的压力。对啊。After the machine delivered to your country, and you need a. You need to fill the oil to the pump. 然后, press this two butt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the sounds. Yeah. 是这个声音吗? 不是退的，它退的位的是这个声音吗？退的位的嘛。 有时间让它退的位的，退的位的就好了。退的位，但是呢，它。 这是水就放打出来了。现在压力到了，是这声音。现在比如说，现在水打出去了，是不是？这个不能去。现在比如说挤出去了啊，挤出去了，现在要关停掉，这电子阀关掉了啊。这个进去关掉了，再往后退。现在一直在吸水，是吧？ 吸满了，你这样，吸满了，对吧？这样就好了，是吧？可以，也就是说，他们回去的，如果说运设备运过去的时候，第一次啊，第一次你这个水要抽满，是吧？啊，增，也就是说这个缸了，这个增压缸了，这个前面是水。